就想开，没关系，后面有回来。我觉得你们很棒的是，歌词就算忘记了，你们有记住我说的，会有人帮你，所以你们就这样唱唱下去，很好。我知道有歌词忘记了，对。再来，我觉得你们还有一个很不错的是，你们上去之后台风很稳健，可是上面有东西。我要先夸奖一位张敦祥，我喜欢你在上面唱歌的样子，超享受。对啊，上去之后是享受的，他真的就是想着他的好朋友去享受唱歌的感觉。其他人不是这样，就是这样。哎、欸，我都很想要唱听说的，你知道吗？还有人是这样来唱歌，感觉必凡有歌词。然后还有人唱歌是越唱手突然握拳起来，我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。你那么紧张做什么？我们评审也不会咬你，下面的也都不会咬你啊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所以我非常的紧张。那林丹老师觉得你们今天的表现都比我听到的还要棒，但是真的就一件事，不管你今天得到第几名，你都是要去享受这个音乐，大家知道吗？嘿，这件事很重要。好，谢谢。